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新爸爸，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Hello, everybody,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集的老师推车推这一台2013年的 BMW Active Hybrid 3系列的，它这个是用335的引擎，直六单涡轮双涡流的一个引擎 N55 吧。然后这个不就一台3系列吗？当初新车要卖312万。好，油电混合第一次收到，所以很开心的来跟大家分享，带大家来看一下 BMW 最早期2013年10年前的这个油电系统到底有什么优劣之处，好不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车子。它当初这个 Hybrid 系统好像5系列7系列都有，我记得路上看到7系列比较多，那其实很少你看得到3系列也会有出这个。我们这个是 Luxury 的版本，好不好？当初有三种版本。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外观好像长得都一样，只是它有一些金条啊， Luxury 金条比较多。哇，它这个看起来是摄影机呢。哦，对，那是镜头啊。啊，拍什么？环景的那个镜头。啊，环景的镜头啊，对对对，它有环景哦，有没有啊？这个是那个它的前雷达，然后这个一样 F 四代的一个造型，小鼻头。你看它这个有折大牌有折很奇怪哦。那时候就是有这种枪色的切削的双色铝圈的225/4019它这个是不是升级过的啊？对啊，它升级过的原厂应该配18哦。对，原厂应该是225/4518，它这应该是有升级过的。然后 Laser 的版本就是你会看到很多的金条啊，这个叫镀铬饰条，然后这个 B 柱窗框都会有钢琴烤漆哦，然后这个在 C 柱上面有它的身份名牌 Active Hybrid 3，好不好？这是总代理的车款，然后它还有配备哦，你看后面双出尾管，然后一样镀铬饰条，然后它有这个脚踢，这样要干嘛？就开了，你还是要开啊？那这里有一个按钮，你，请问你这样？这样，太小啦！我有没有叫骆驼客啊？哪里来的骆驼客？这样开跟我按按钮这样开有什么差异？有啊，插在你手上，如果有拿东西的话，我再给你3秒钟想清楚。我手上有拿东西的话，怎样？就可以用脚开啊。我手上有拿东西，啊、我现在两手拿东西，还要先跳骆驼客，跳完了它开了，我还是得把它打开。就可以用手上的东西去顶开啊。哦，那我用这个去顶开，这样啊？也可以、啊，不是一样意思吗？懒帮爬懒，好不好？然后它的后行李的空间比较小，因为它这里有这个。应该在这吧，小电瓶其实不大呢，你看就这样一个而已，这比现在的轻油电再大一点而已。我那时候想说这个会不会很常坏，后来查一查好像也还好，而且坏掉好像听说你不要理它就好了。所以它的后行李箱空间有没有比一般 F 四代小了90公升呐、啊？然后我记得它的小电瓶在这，这个电瓶怎么那么小？好小颗呢，为什么？不是下面还有一颗大的呢，我这台车有3颗电瓶呢，而且这个电瓶去年才换过，然后下面有颗原本的那种大的，有没有？我有上网查这个是消耗品，这个时间到就一定要换。可是这颗大颗的，我就没有听过人家换。它的那个行李箱的容积比一般的 F 三十少了90公升，好不好？蛮特别的一个系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其他，其实外观你都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啊。它的这个固定这个都还没有拆掉它这边会写 Active Hybrid 3，然后它有选这个 HK 的音响这边有一个那个车道的偏移辅助，它超过70公里的时候会侦测路牌，然后会有跳弹，就车道偏移警示嘛。刹车它没有自动帮你踩，可是它会警告你快撞到了，它会警告你，大概就这样。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跟车，什么都没有。HK 音响这个就是我们常看到它的那个蛇皮纹。然后你看这个，这是后贴的吗？你看这么尖，你看不确定它这是不是后贴的，这很差这很尖你看我这边被勾掉一条线呐、啊，这里啊，我刚被它勾到。你有被勾到，我也被勾到。我被勾到啊。自动感应头灯，然后它室内的这个。蛇皮纹以外，还有一条蓝色的饰条然后这个大盾牌的方向盘，然后很有趣啊，它这个你启动跟 Toyota Lexus 的那电动车一样，你按下去它是没有任何启动感，可是现在其实已经启动了。然后我有试过，你如果想要再次启动，按掉再按一次，引擎就启动了，有没有？这是它引擎启动的声音。又洗掉，好啊，侦测里面要走就洗掉，跑10万公里，好，原厂保养，因为这个车我看除了去原厂也没有地方可以保养，它才刚保养过呢，10万零336才刚保养，所以这个车我在猜一定都是原厂保养，因为刚刚那电瓶看也是换原厂，好，然后它这个一样，
我最喜欢 BMW 的椅子就是有这个。好，你腿长的人，它的支撑性会很好。两组电动座椅还有腰靠，腰靠它这个就是连这个多了两片，价格不变，这里也可以调整你的松紧度。那它这个中央资讯窗哈，也是 F 四代的，这很小的资讯窗，蛮有趣的。它多了什么跑车混合仪表哦，然后有多了这个混合动力的这个图样在里面哦，剩下就都在这里面。看一下后座好了，好小，不想进去耶。哎，啊，就这样啊。不过这看起来这台车的前车主后座可能没什么在载的。嗯，第一重很好哦，对，而且它皮是真皮的哦，跟其他三系列不一样哦，可以摸得出它的柔软度。后座有出风口，后面还有一个点烟器。好看引擎，哦，你看蓝色的 Active Hybrid， 应该是六气缸吧？一二，对，六气缸，直六。306匹马力的那个 N55 引擎，它虽然是306匹，可是马达可以提供55匹，可是加起来他们重效变成340，所以他们那应该有个算法，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算损耗还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它发电机好大一颗哦，除了一个大中小电瓶以外，你看它的发电机超大一颗，而且它这里有写哦，请注意本车配高压电系统，为了避免人员发生危险，只可以去 BMW 原厂，然后外面应该没人敢修。好，这个可能就只能指望原厂了。这个你要在外面修，我觉得可能比较困难一点点哦。对，它有一个镜头哦，这个就是我讲的时速70公里以上，然后车道偏移的警示跟碰撞的警示都是靠这个镜头。好，九年前很早期就有做了这个东西，好不好？哎，看完了耶，去试车走。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新爸爸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这我已经开过好几天了，这个一定要回来尝鲜一下的。你看它在低速的时候都是电动的哦，已经发动了，走走停停的时候就是让你用电动的哦，然后你现在开的时候呢，它就帮你充电。这个没记错的话，这个引擎应该跟我们讲的当代 F 四代的335，甚至当代的235、135，哦，都是一样，3.0的涡轮增压。这个最容易拿来比就是跟335了。可是我印象，因为很久了，10年前了，它其实只有卖2年而已啊，2012到2014这样而已。我记得那时候这台先出的335还没出呢。我没记错的话，没记错那个网友都会告诉我，上高速公路基本上跟电就是完全是没有关系的。它这个印象是用锂电池的，所以它的寿命比较久，但是它的电池的容量其实不是很大，你可以常常看得到它减少变多，减少变多，减少变多，差别就在于这个油耗数据吧。油耗数据哦，我大概去看了一下，因为拿来跟自家的335比较就好了，它就是在市区的时候油耗有超过10公里，唯一的赢的地方就在这里。可是呢，它在那个高速公路的时候跟335其实油耗是一样的，所以就证明了这个马达就跟我们刚刚讲的，它只有在低速的时候会启动而已。所以你在高速公路基本上你就是一台汽油车哦，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不过差蛮多的哦，平均起来这台车一公升有超过10公里以上哦，但335我记得平均起来就零零嘛，忍忍的，就是好像10公里接近那种感觉，好不好？那官方公布的数据是这样，但因为我也还没开一桶油，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么深。不过认真讲哦，我在这开了3-4天吧，的确我看那个油表指针的掉是缓慢的啦。哎，你正常在开 V 零了，你油箱的油表在降是降到看得到的呢，你知道吗？一个都别想跑，而且那时候的配备是还挺不错的哦。唯一一个就是什么呢？我第一天我开到这个的时候，我第一个最大的感想就是，这悬吊怎么那么软？它这个悬吊是走舒适路线的，不像那个运动化跑车的感觉，很软很舒服哎。所以操控感我觉得差了一点，但是很舒服。你看它现在刚刚好一度掉到一格，现在又变四格了，有没有？它我们在开的时候，它其实就一直在冲。我最近讲这种电车讲很烦。烦死了，一直在那边充电充电。不过我自己是这样啊，我比较喜欢油电混合车啦，真的，我觉得油电混合车才是一个目前的解决之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这么认真的想要去做电动车，不是电动车当然还是要做啦，那是一个趋势。可是你在过渡期，我觉得油电混合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啊，为什么不去做油电混合？这不是很轻松吗？我只要达到节能的目的嘛。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新车也都有轻油电，有没有？48伏特，对，我觉得那就很棒嘛，那就是一个过渡期，你就符合现在的环保法规，做一下这个过渡期的使用就好啦。啊，当然电动车是一直在研发的啦，啊，大家都急着要推出，急着要推出，我干嘛就莫名其妙。反正油电混合车我觉得就很轻松啊，你把油电混合车，像它这个就是把电池比48伏特轻油电做得再更大这样，这算很先驱的，10年前
你看现在又剩两个了，它是冲碰垫超快，有没有超快的？刚四个，我转个弯过来剩两个，所以其实它应该也是一个容量不大的一个电瓶。欸，不过加速好像加那个马达也有 45.9 公斤米的扭力， 340匹，所以以马力来讲比335还高。欸，它0到100加速比335还快了 0.2 秒。我那时候一直在想一件事情，说这个电池会不会很容易坏。我觉得它这个车有第二个我觉得还不错的地方，第一个我几乎没有看过人家坏过，神奇了。我有这个疑虑嘛，对不对？我要买这个车，我要卖这个车，我是不是会担心说啊，万一这个回来电瓶坏掉，我不知道赔死，这电瓶有可能便宜吗？ B 电的电瓶有可能便宜吗？结果我后来去查不太会坏，没有看过有人坏过。欸，有坏过下面留言跟我讲好不好。我真的去查不到有人坏过。然后第二个是啊，它这个系统很特别的哦，就是它的这个电瓶如果有一天坏掉了，你车子就是306匹，还可以继续开，你不用修啊。哦，就等于那个东西废掉了。对，它不影响啊。你看，比如说 Lexus 上次那个科比他们才去送大题那个，有没有？那个坏掉你就没办法开啦。哦，那个坏掉就不能开了。可以开，可是那个是好像残障，你知道吗？它那个是会变很慢，就是变很没力。可是这个是306匹耶，因为它这个马达只有给它多少而已，帮它几匹，340减306，给它30几而已啊。34。对，你就少30几匹啊。但其实你是可以不用修的，我踩一下，好不好？好，来。童哥笑了，我要哎呦有跳蛋哎，有质感的跳蛋哎，我没听到声音呢，因为它很细很碎，大概开第二段吧，第二段的那种感觉，这个很有质感，它就是很细很碎。你看我现在打右转灯，它有盲点嘛？有没有它的盲点系统？这个也算是很早的 BMW 的盲点系统 ，F 四代刚开始的盲点系统，而且它有车道偏移警示啊，然后提示而已啦，它没有车道没有跟车啦。那时候那个十年前有盲点有车道偏移，其实已经算是很棒的配备。那时候基本上你在 BMW 上面想得到的配备，基本上这台车都会有。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用一个买335的心态来买这个车来开，是还不错的啦。但是我唯一开这个车失望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它的那个悬吊真的太过于舒适性。当然，你如果要载小朋友的话是 OK 的。其实环洞很烂哦，你看它过的那个坑洞，其实你可以感受到它的避震行程是长的，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那个上下行程很长？这是舒适性的悬吊就是这样。所以对于我们这种脑海里面希望开到的这种比较年轻的 BMW 车款，用那个认知来开这个车，你就会觉得哇，怎么底盘有一点软啊？不过这个都是可以调整，因为毕竟它也不是气压的，所以你要换掉其实也不困难，稍微调一下它也是可以变成一台很运动化的车子，对不对？要不然你就去换成那个335 M Sport 的变速箱，开起来就是我们记忆中的那个 BMW 运动化的。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少卖5系列啊、6系列、7系列啦，像我们都比较123比较多嘛，对，所以我的认知就是那种年轻的运动化的底盘。为什么一直有个速度警告？是谁把速度设到那么低？一直在跟我讲说速度警告，6公里，然后是谁？把警告勾掉就好了，不要警告，他警告六公里干嘛？他为什么要设六公里？是因为六公里那个之后就会。就是会变成那个引擎，所以要为了省油，要维持在六公里以内开。怎么可能？六公里怎么开啦？靠北啊！啊，我阿嬷跑步都比你快。我现在到底是用电开还是用那个？我分不出来。像车机可以看吗？车机可以看。嗯。调车。好，起步喽。现在怎样？现在怎样？纯电。你哪在？蓝色的啊。看颜色吗？哦，红龙，好酷哦！它那这跟 Fit 的那个蛮像的，所以你看它这个概念其实很早，后面出一些 Swift 啊、Fit 啊，有没有？我觉得其实这真的蛮早，其实真的蛮早就做这个东西，但是无奈好像卖的不是很好哦。其实我没看过，你说这台车吗？我连 BMW 有出油电我都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有啦，它很早就有，只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卖的不好啊。买有300多万买车的人有在意那个1公升多2公里吗？对啊，他有300多万的，他有在管你那个吗？好，所以其实有可能是那个定位上面是不是有一点
设定错误，设定有点怪怪的。那我们这个车，我们现在接下来卖的，你可以不用有300万，好，你只要有个好降价，降价了，不要90，80几就好了啦。自动降价，因为我真的觉得有点鸡肋，你知道吗？就是我都开 BMW 了，然后却给我舒适的底盘，然后我为了省那1公升、2公里、3公里的那个油钱，还好电池还不用把它算成必要开销。你如果你先去买 Lexus 那种油电车那种，你电池就要把它视为必要的开销了。对，你一定会有一天会花到嘛？对啊，然后你不用花那么多钱，你就可以买到这个。所以，应该有人会买吧？好不好？你买回去这个帅一下，载个小朋友也不错。哦，它这个低速扭力真的是挺不错的。你只要一踩马达加上引擎的那个处理，其实它力道真的，所以它起步特别的猛。它的刚刚我们在拉那个高速的时候啊，其实它不是那种暴力的贴背冲，它是一直一直一直高潮不断不停的，它那个推的节奏是维持一个恒定，没有再跟你九浅一深，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已经去到你已经觉得应该快了吧，差不多了吧，没有，它没有要停的意思，好不好？4%女粉有过这种感觉吗？啊，我觉得女生应该都会这样想吧。差不多咯，算算时间，差不多咯。啊，有没有？好，慢慢前台买单。好了，我们来上山看一下山路。它的侧倾其实蛮严，也不是蛮严重。以 BMW 来讲的话，我觉得它侧倾是偏大，但是也不准啊，因为它不是新车了，你知道吗？应该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疲乏。哦，它当初是那个 ZF 的八速手自排。我本来就很喜欢 ZF 这个八速的手自排的变速箱了。你会觉得说，那跟它的什么320那一些的八速手自排有什么不一样哦？它这个是编写过程式的，它这是运动化的八速手自排，所以其实一路起来啊，你几乎感受不到换挡。我刚刚在山路快快慢慢快快慢，它一直在换挡，但你没有换挡的感觉，所以我很喜欢，非常喜欢这一个八速。手自排的这颗变速箱很好开，很滑顺，很舒服。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台车市场上的残值好了，因为其实我在买这台车，当初在买这台车的时候，真的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参考。好，唯一好像上个月有一间车行卖这台车是卖100几万，唯一一台而已。然后目前截至拍我们现在拍摄为止，我在网络上没有看到有一台这个在卖。好，也没有什么成交记录，真的查不太到，因为当初真的卖的数量不多。我当时是用这个类似335的价格去买的，那因为我担心它的电池的部分，所以其实我有稍微扣了一下那个电池的钱来做保险。对，因为我对这个车不熟，因为为了要售后嘛，所以我就抓了一点保险。那所以呢，我的这个买进跟卖出的价格可能不那么具参考价值的，那的确是有成交了嘛？好，我客人卖给我就代表成交了嘛？那这个我觉得我当初抓是大概在70万左右，以车况下去评估，但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别人的买卖啊？我至少我是用这个价钱为基础去买的。那卖出来的话，我本来是开90几万，那其实我开90几万那时候是这样子，因为我很怕被买走。为什么？因为我还没有试啊。对啊，那时候公司他们那些人测试完，然后就上架照片传给我了。他们把照片传给我，就意思就是要我上架啊，所以我就一定得上架啊。那我上架了，我又没试过，我又怕被买走，我只好先开一个高一点的价格。我是参考之前人家开100几万嘛，上个月嘛，然后开99，我想说，如果这个90几人要买，我就赚多一点，那就算了，这台车就不用拍了，赚到。好，可能啊，刚好没有买。好，现在我要拍了，所以我拍完测试完，对这个车有所了解之后，那我就可以把这价钱调降了。总之呢，做个结论好不好？好，这个就是一个三系列啦，然后你可以拥有它的强劲的马力，好，那底盘是舒适类型的，那适合家庭用。那当然回来的话，如果假设我要买这台车的话，我针对避震器我可能会做一个升级啦，因为我想要开 BMW 就是想要开它的那个优异的底盘，可是它这种偏舒适的底盘让我觉得我很像在开5系列的感觉，然后再享受一下它的大折价。我应该去研究一下现在335都卖多少钱，对不对？就可以做比较了哦。因为你看哦，现在假设2013年左右的320好了，都要卖在差不多80万了，70几万、80万，所以这个没有道理也是70几吧？N55呢，直6呢，所以我们这个再怎么样，应该也不可能卖70几吧？应该80几，我觉得还蛮合理，90几可能就有一点太贵了。说实在话，哦，那我自己也坦诚哦，是因为怕太快卖出去，我没有机会试一下。
然后它整个加速呢不是很暴力，可是它就是一直很稳定直线向上，其实也称得上快了，只是不会让你有那种很急的贴背感。不过你看它刹车跟 BD 一样，我上次那个 BD 一出来，很多油电车的车主下面留言说他们的全部都会 CC 啦 Lexus 啦什么都会，所以这个油电车应该是在利用静止那一刹那有回收一点电的类似那种感觉，我就说被弄个鸡毛鸭血。我试过 BD 以后，我开每一台只要跟电有关系的，我都在感受停红灯会不会顿。所以这台车我在测试的时候，其实它也会。那只是因为说这个 BD 的车高更高，所以它晃动的幅度会更大，再加上它轮胎厚，所以它那个前后摇晃的那个，你如果轮胎又换胎壁比较软哦，然后你的轮胎又比较厚，所以你那个摇起来的那个幅度会比较大一点，会更大。那这底盘比较低，而且它的轮胎是40的，所以已经算超薄了，40已经算超薄了，所以它还是会晃，只是说它的晃动就不如休旅车来的那么大哦。他们都要利用那最后停那一点点的电。我再试一次哦，我现在其实是刹车稍微含着而已，然后。一定还是会有，怎么样？好，一定还很轻微了，我已经控制的很轻微了，不过它还是会有。这方法有点细，我刚没讲，奇怪，为什么它这个方法这么细？啊，我知道，我跟你讲，我玛莎拉蒂后来换那个超粗，我握的握太久了。其实 B M W 好像本来就是这样，我本来就很喜欢它的粗，可是粗还要更粗。我现在摸粗了，摸习惯，现在已经这个变细了。所以可以的话，你交女朋友尽量不要交到她曾经交过黑的，啊，要不然这样会很痛苦啊。哎、欸，我们出入口换了呢，好不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出入口现在就要加油站旁边。我是过来要小心摩托车，那摩托车很狠，慢慢开，怎么样？我们这有个时光隧道。时光隧道，你进来以后，哦，你就自然而然催眠，在里面没有花钱，你就不会想出来。这是一个喇叭口造型，你知道吗？你进去以后，哇，扩大有没有？好啦，到啦，降价了，好不好？降价卖，降价卖，现在是降价卖，我已经试完了，我已经爽过了，爽过了就可以这个回馈给大家了，哦，再见。你最近会不会收到很多那个简讯？说，哎、欸，上次聚会以后忘记留了你的 line 好、哦，可以加我一下哦。啊，这里是什么某某银行的什么专员？好、哦，哎、欸，好久没联络了，有没有？几乎每天都有呢，还有半夜在传的呢，超多呢。不是那个传久了就还好，你如果久久收到一个那个干啊，你那个老婆看到，我操！你上次聚会怎样？你去跟谁聚会？留什么方式？有没有可能？有可能的、啊，对啊，那是好险，我老婆也有收到，她有收到类似的简讯，所以她知道那个是广告简讯啊。哎、欸，你不觉得很不公平吗？你比如说你去看电影好了，像我老婆就哇、哦，雷神好帅啊，有没有？啊，你男生说，哎、欸，这朵花好漂亮，他说、啊、你去跟他结婚啊，有没有？因为觉得不公平，有没有这种既视感？好像都是这样哎、欸，对不对？哇、啊，雷神好帅哦，你看这男生就是要这样。哦，帅帅干干净净，要剪那个发型啊你只要说，哎、欸，那小狗好可爱，啊，就跟他结婚啦、啊。讲狗都不行，连讲狗都不行哦，更不要讲人了，有没有？好硬哦，怎么会这样？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新爸爸，首款打开 LINE 0秒开机台。